都属于哪？抱歉了，酒神，这场比赛跟你利益相关。炸弹哥，我操，白银五。开直播了，没事没事。按键那个就开了吗？这上面有开关啊，左边那个。左边那个，哎呦，靠，好晕，哎，我平常是要睡到6个小时，睡到8个小时，还睡了，没睡够，没�睡到8个小时，睡了7个小时。刷个牙去啊！
TV 还没开，seconds to go. 5 seconds. Reserve time.吃早饭，吃早饭等比赛。吃的蛋炒饭。第四代解说哪场比赛啊？哎，记啊！周深在解说哪场比赛啊？
Radiance Band。游戏公寓那个胖子主持叫什么？哈哈，BBC 吧。Radiance Band。Dyer's Pick。埃及跟饭团不看。Dyer's Pick。周深在解说哪场比赛？埃及打饭团还是 FCD 打牛逼湾？Reserve time. Dyer's Band. Ten seconds to go. 这场也不能说没那场好看吧，没明星没那场多。Five seconds.拿辣酱Reserve time。作为老干爹战队的创始人，吃辣酱我选择老干妈。有个人说老干妈跟老干爹什么关系啊？我觉得关系应该是被剽窃关系。Radiance Band。Ten seconds to go. Five seconds. Reserve time.Dyer's pick.感觉 BP 又败了，操！Ten seconds to go. Five seconds. 点击没用。
Reserve time. Nina. Radiant's pick.这个阵容 TK 血魔可以救，干扰者 Dyer's pick。 10 seconds to go. 5 seconds. Radiant's ban. Ten seconds to go. 那白牛啊。10 seconds to go. 5 seconds. Reserve time. 10 seconds to go. Radiant's pick.拿迪法，迪法，斯文也可以啊，斯文一般吧，迪法好一点，或者拿中单嘛。Reserve time.现在丽娜可以打酱油的，丽娜拉比克双酱油，然后海明烈斯洛，火猫可以打大哥嘛，拿个中单 ，TK，TK TK 也不好，最好是来个能顶的，炼金不好，对线不太好，炼金中路打牛头 TA 不好打。龙骑，好像有点蠢。嗯，蝙蝠骑士，我靠，蝙蝠吃人，对面这阵容已经在吃人了，已经在吃人了，感觉 BP 输了。反正是有点难啊。
海民这英雄现在主要不强了，丢包1%，可以看。跟昨天饭团阵容不是很像，昨天饭团是昨天饭团昨天饭团是电魂僵尸火猫。感觉我们阵容不如对面强，对吧？好像是的。音乐包是哪个？那什么英勇澎湃吧？8-2/0，正常的。完了，出事了。哎，零星的痛苦而已。我操，还好。Was only a matter of time。这应该有用。滚啊！我操，这细节可以啊 ！Nice 啊，不胜 Nice。我操，土龙骑又成这了。Nice， 浮生。我操！
这东西好惨。牛头加女王要带补给的，哎，海明要死了，三个人头女王，三头 QOP， Radiant's mid tower is getting banged up. The Dire best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bottom tower.除了龙骑以外，其他的还是比较正常。龙骑比女王重了1200。耶？这怎么杀的？龙骑被压是可以预见的，但是稍微被压的惨了一点。Nice 啊！落了人头，不好意思啊，有点刚起来有点晕。死了，反补，哎呦。六级海民，已经感觉有点不在状态啊。直播要崩，建设有大的，哎，这个框正好达不到，别追了，别追了，别追了，建设有大的，漂亮，小奶这波杀两个。这波不错，火猫来了，很关键。
top tower's in bad shape. 这个能反应好吗？死了。又少了一个敌人。蝙蝠绿血1300，龙骑还没加腿，女王是有点飞了点。你还以为你拿到了是吧？这塔对面要逼掉，这边是3张 TP， 3张，先是这张应该，啊，先是这边的，拖一下，拖回去，惹大的，感觉不会死 ，nice。不过这波逼了很多 TP， 算是守了下路吧，上塔应该能反掉。对，蝙蝠特刀还差一点，打断了节奏，现在剩下1600。现在要看火猫，火猫特别飞，火猫出了坚韧球，想直接狂战。剑圣10级，火猫9级，剑圣等级有点高，快11级了。火猫过来了吗？火猫直接过来了。这波给压力，女王是有大的。剑圣在逼上他。剑圣还没踢，对面中了4个人。这波其实不是特别好。火猫最好留个魂上去。
啊，他选择走上去。剑圣升到了十一级，这个剑圣现在就是刷的有点爽了。其实蝙蝠还没跳吧？已经跳了。对面有先手，我们也不太敢打。现在就是躲着对面蝙蝠跳刀打，躲着蝙蝠的跳刀打。Radiant's bottom tower in a pretty sight right now. 这局要龙骑可以不出出跳，出 BKB 也可以。Radiant lost one of them bottom towers. The Dire might want to mine their top tower.Dire's top tower's gone. Dire's mid tower won't last much longer. Dire's mid tower could use a little help. 对面领先1500的经济。小奈咳咳马上狂战，他是假腿之后直接狂战，所以不算肥。经济的话是被对面的女王剑圣超了。对面在有龙在有蝙蝠的情况下，我们这边经济也被拉得比较开啊，也慢慢的被拉开了。因为我们这边打钱比较慌啊，看不到蝙蝠比较慌。其实蝙蝠在出推推，蝙蝠没来抓人。红包狂战，十八分钟假铁狂，双方视野情况，这是天辉的视野，
这是夜眼的视野。其实我们还是做了很多对方下路的视野的。财产的话，就拉比克这边还是挺有钱的，靠，快出跳了。这边是疯狂抱团。Radiant's top tower is taking hits. Have fun trying to bust down Radiant structures now. Radiant's top tower is hurting. Them Dire buildings are tough as nails for now. 这塔看起来我们想守。Radiant's top tower is in bad shape. Dire's mid tower is having technical difficulties.摆转一座塔，下路是剑圣在疯狂在带，我们这边应该是组织一波抓剑圣，但是几乎是抓不到的。剑圣跑得很快，走掉了。龙骑快 BKB 了。哟，这波火猫可能要被紫苑。哎，这蝙蝠没看到火猫吗？居然不动，情谊啊！拉拉比克可以接受，一发 TC， 海民给大想杀牛，双大交掉杀掉两个酱油，龙骑没顶上去，龙骑不在。这波应该是要给塔了。剑圣三级的钻，一级的棒子。就是我们这两个酱油加海民打团，有点位置有点重复了，感觉没对面的什么萨尔蝙蝠好发挥。Radiant's mid tower's coming apart. 龙骑 BKB， 但是剑圣比他多了蛮多装备的，多了个夜叉，多了个风脸。女王的话，刚刚那波打完应该也快 BKB 了，还差个锤子。火猫的话，经济一般。团战还是不好打，还是不好打，剑圣 BKB 了。感觉我们的人有点迷茫，没有什么战略部署。对面的，当然对面其实也差不多，就是两边都打得比较谨慎，就会这样。
The Dire best do something about that bottom tower.阵容确实比对面稍微差一点。女王去收 BKB 了，我们这边就是被对面牵着鼻子走。这个拉比克跟丽娜两个英雄有点重复，当然双方在整体局面上来看起来是差不多的，但是我们经济落后3000，在本身阵容打团就不如对面的情况下，经济再落后了3000，我其实是觉得现在是劣势的啊，可能没到37K那么夸张吧，但是46是肯定有的。A 队 B 队现在都是一胜三负，都是各积一分。卡了。怎么感觉火猫被包了？卡住了。卡住了怎么办？卡住了，我们去拨一下那个其他人的窗口吧。我靠，米尼斯给对 MVP， 啊，这个人也是卡的。没有人在房间里面吗？都卡了。他们不让我在房间里直播，你知道吗？因为我要避嫌。火猫刚死没啊？没死。黑屏了吗？哦，等一下，等一下，我为什么一关那个显示器捕获就把游戏的一起关了？这波应该是对于我们来说至关重要的一波了啊！这波但其实也不太好，杀个萨尔没什么意思，对面可能想打萨尔被秒，其实可以打，杀萨尔没什么意思的，对面是选择撤退，剑圣更了一个双刀。这个打盾是被对面看着的，女王加速，这波可能会黑吧，对面开雾冲过来了，牛头有跳的，这波可能会黑，火猫顶不了的，啊，这边也意识到了。
对面直接打，这手没防住，盾是要送了，打团没对面强势就是这样。对面蝙蝠有先手，然后这两个都大哥都是 BKB 的，我觉得丽娜加拉比克两个同时拿掉不是特别好啊。这下团战不好打了，剑圣带盾了。这局总体来看，我们打的有点畏首畏尾的。拉比克、丽娜、海民，重复了。牛头有跳的。蝙蝠有推推。你看，就这两个战友很重复啊。本来经济是在3000，这个肉山拿完之后就变成5000，就是打架打不过对面啊，这种问题啊，这个也被抓了。靠不住。不能放任他们自己发展。昨天我跟他们开会的时候，其实说了海绵这个英雄有没有必要一选。而且先手的重要性，当他们选出海绵加丽娜加拉比克的时候，就觉得这怎么先手啊？哎，连住了，丽娜接了一手 T， 他拉了海绵，海绵有滚，然后海绵没滚，没 E 吗？踢了萨尔，剑圣有盾，开过来了，7500了。火猫大炮是卡，我也卡，我重进一下。跟大鱼人作用还是差蛮多的啊。你说它发挥出来的作用是差不多，对对对，是的，这是一个跳彩吗？先手吗？就觉得他们拿阵容，昨天看，哎，什么情况？昨天看起来就有一场他们是阵容优势。那以前说完美啊，不是在逗我。而且说完美也没有，刀塔尔明年还给不给完美代理还是一回事呢。小奶20级了，
又黑屏了吗？看一下，没黑啊。龙骑才14级，我去。导播去了吧？好像是，我刚刚看好像有人在播我们比赛。这个吧。啊，龙骑死了。我游戏里面点不进去啊，导播的是标清，清晰度调一下，超清啊，这不是超清吗？导播没声音，哎，直播团雪崩啊，龙骑 BKB 没开直接死了，变龙也没开。去了，阵容比对面差啊，拉比克、火猫、海民、龙骑、丽娜，就拉比克跟丽娜两个人是挺重复的。对面的阵容多样性比我们要好，我们这种拉比克丽娜就是对面是相当于对面的牛头、萨尔、蝙蝠，我们家拉比克丽娜、海民，就是对面好，对面有先手有后手，对吧？而且中路死太多次了。其实这盘选小骷髅挺好的，那火猫中烤鸭选小骷髅带节奏，哎，主要还是拉比克、丽娜、海民这三个英雄有点冲突，打不了正面。我看能不能再连一下，连进去，已经打完了，应该是记了。好的，龙骑团战没开 ，BKB 先开了。没得打了，没得翻。嗯，这个阵容从前期龙骑中路被压就已经注定了被压到底，本身他这阵容是要靠龙骑带节奏，酱油不具备带节奏能力，海民前期打得很好了，
中期资源让给龙骑去刷 BKB， 刷完 BKB 也拯救不了局势。哎，我们去看看另外一边怎么样了？另外一边也打完了。除了 BKB， 他 BKB 比别人慢，他 BKB 的时候剑圣也 BKB 了。IG 跟饭团谁赢了？还在打？不用说刚才的事，刚才的事情就是很简单，他拉比克、海民、丽娜这三个英雄定位太重复了，第一没有团控，第二没有先手，虽然说有爆发，但是是建立在跳刀龙骑顺的情况下，这几个英雄能打出来，但是龙骑中路崩了，龙骑是打不了先手，龙骑没有环境出跳刀，他中路被女王跟牛头打蠢了，先手这个点被打蠢了，龙骑在这个阵容里面身兼了一个 carry 的位置，也身兼了一个先手的位置，要带着丽娜。刚才那盘龙骑如果不顺的话，他没有跳刀加 T， 他丽娜、拉比克、海民都跟无头苍蝇一样，火毛刷的也不舒服，在蝙蝠出了跳以后，所以就黑了。中路这个点要保的，实在不行上中嘛，对吧？上路火猫倒是压了，感觉，哎，怎么说呢？没灵性，打得没灵性，打得很蠢。火猫中路一样是被 QP 加牛头压的，我感觉海绵不具备先抢一手拿的这种强度，虽然说至于海绵拿的不错了，但是后手补了个拉比克，海绵拉比克就不该再补丽娜了，那个时候牛头被拿应该要补一手拉比克，跟丽娜两个人上路都在挂那个蝙蝠，就是英雄局限性太大了。他们保不了龙骑，然后打掉龙骑先手，
而对面是蝙蝠。其实蝙蝠这个英雄确实是有用，因为他一个酱油的一个位置，不管是打三号位还是个四号位，他都可以做到十分钟多一点出跳。等到他出了跳以后呢，对局势的帮助就很大。拉比克跟火女压蝙蝠，压他一级挂他三分钟一级没什么太大的用，因为蝙蝠他慢慢兵线回来稍微混一下他就去打野了，打野就出跳了。那种情况他上路两个酱油走不了，他一走的话火猫单打蝙蝠就吃力了。先前期先保了一个火猫，火猫也不是带节奏的点，火猫其实下路那波河道带了一波节奏，但是最好的情况还是酱油去先手带节奏，比如说蝙蝠发条白牛这种。这局刚刚那局阵容就是这样，就是我们家是要靠龙骑去先手的，龙骑中路被QP 加牛头给打残了，所以说蝙蝠发条白牛这种能先手的英雄来一个还好很多。啊，公司面试不去，得把锅甩给我，你该去的，你可以看回放啊。饭团翻盘了吗？会都没去开，你们看回放吧。感谢感谢感谢支持。领导都三个电话了，不感觉一堆面试全推了。股票炸了吗？涨几个点了？大盘
3300了吗？大盘3.5，我对 A 队有点不太满意的地方，就是在于一个是打得有点畏首畏尾的吧，而且比较路人化，就是你从 B 队的这个影子里面，其实看到他们其实还是比较像在打比赛的。 A 队路人化的东西还是有点多，强行去转比赛可能会丢掉他们路人那些好的东西，就是强调团队性和纪律性。关键其实还是他们打核心位置的英恩跟小奶，还是要他们两个来 BP， 我觉得不然的话他们总是在迎合别人的思路，因为队伍是叉 TT BP 嘛，然后他那个中单是音，又大哥是小奶，就是总是在迎合那个队长的思路，感觉有点，反正不是特别舒服。谁说 C 位不能 BP？ 我以前打 C 位不就是 BP 的吗？这弹幕我都看不懂，到底是饭团赢了还是 IG 赢了？ Dire's ban。Radiant's ban。重点今天大盘巨量。Dire's ban。Radiance ban。没看股票，我手机都没看。Dire's pick。Radiance pick。创业板暴涨5%，大盘逼近3300。Radiance pick。一手白牛，对面一手 QOP。Ten seconds to go. Five seconds. Reserve time.飞机白牛，对面海民。10 seconds to go. 5 seconds. 中路，
办了剑圣。中路打 QP， 沉默打 QP， 这种没练过的，我估计他们不敢拿。SF 被对面一半了，是的，要个后手。如果他们会打中单沉默的话，就是可以的。沉默打飞机，沉默打 QP 本身对线就挺好打的。Seconds to go. Five seconds. 后手。Reserve time. 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拿风行了。Radiant's pick.冰龙对面已经拿了，10 seconds to go， 5 seconds， reserve time， 现在是要捕捉一个中单的输出。我觉得卡尔是可以的，但是卡尔飞机又存在一个问题，就是飞机单核。TA 的话已经不好了，现在拿 TA 已经不好了，可能就风行卡尔了吧。中单丽娜也是存在一个 TA 单核的问题啊。丽娜其实也不错，中单丽娜没被学多少。死亡先知其实也不错，如果他们能拿死亡先知的话，死亡先知也可以的。丽娜风行对吧，火女可以的，但是他们可能没信心，就是中单火女。其实中单火女配白牛打 QP 挺好打的，蓝猫不可能的。冰龙这手蓝如果换成冰龙的话就好一些，阵容10 seconds to go， 5 seconds， reserve time。 这个蓝肯定不是中的，蓝是下路保飞机的。要输出，现在他们要补输出，他莱恩跟夜魔不算输出吧，大哥位补一个有输出的。中单丽娜，如果中单丽娜的话，丽娜加白牛，白牛偶尔冲冲中，加上丽娜一个 D 的消耗，打 QP 其实是不虚的。然后有夜魔在下路游走，白牛在上面游走。哦，说反了，我们是天辉吧？哦，我们是天辉。夜魔在下路也下面游走，下河道游走，然后白牛在上河道游走，配合一个丽娜还是可以打的。
赏金不可能，现在少个中单。你如果是夜魔中单打 QP 的话，嗯，也不是不可以啊，夜魔中单打 QP 也不是不可以。夜魔中单打 QP 的话，还可以补个酱油，补个团控，对吧？酱油带团控最好就冰龙了。欢迎长矛手。对面是拿了猴子，女王猴子，冰龙海民。对面对女王定位如此之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女王是一个现在中路比较强势的一个英雄吧。就大家都被削了，女王没怎么被削。女王本来就是个很强的英雄，她之前定位没有那么高，主要就是蓝猫跟 TS 太凶了，现在蓝猫跟 TS 都残疾了。他这里半发条我觉得挺蠢的，他这个半发条应该扮成猴子或者冰龙。因为你飞机打一号位是吃不住猴子的。TA 前期打 QP 对线没有，又是扛压位，没有那个我刚刚说的那两个风行丽娜舒服。但是他不想拿风行丽娜的原因，就是因为单核飞机打猴子感觉压力比较大。这是直播不是录像。10 seconds to go。双头龙，我靠！双头龙什么概念？猴子是客体。他这样子双头龙，有没有可能双头龙跟海绵下两个肉？IG 那把很精彩吗？饭团翻盘 IG 情谊啊，给我们赢了一盘，给饭团赢了一盘。这是啥意思啊？哦，不让那个海民匡兵，他海民如果在这匡兵的话，他把这棵树吃了，这个小兵从这儿过来了。
away we go. 你们说来说去，埃及跟饭团到底谁赢了？哎，他是冲过去抢福去了吗？都输了，你们也没看懂吗？一击学被动的天。靠，这贴好拼啊！幽灵系带出门，蓝牛直接跑回家了，没吃到第一波经验。这边果然是海明跟双头龙的双下。眼被反了，他这个海民就是想打一个双裂，飞机过不来的。心疼啊，我操，全被反补了。四刀，这个针眼是什么意思啊？白牛混到二级来，中路帮了一波。蓝升到二，这边动了一波飞机的手，对线小裂吧，因为我们是一个单裂，对面是一个双裂，然后对面就双裂站住线了。然后我们这边的话，酱油是在拉野的，这个莱恩在干嘛？14-5，11-5，中路五五开。因为 QP 打贴的话，其实贴对线不劣势的，因为那个前面贴是可以用 D 去躲 QP 的那个毒标的 ，QP 前期血两级毒标的。白牛这边也混到三级，然后下路的话是双二，然后你可以看一下别人这里这个眼，其实他们打这个双裂是要付出一定代价的，就是这种眼啊肯定得放，不然的话被绕后就比较难受。这里是夜魔第一个夜晚，是直接吃了个隐身符，机会非常大。不过他是没有，哎，普攻一下就死了，普攻 V 普攻，啊，是选择等白牛。其实刚才直接普攻微普攻比较好，可能会被跳走吧，还是想稳一波。被反杀了，对面 TP 了海民，相当于两个类似的人全来了。烂这波，还是要拉野比较好。Can't do nothing about Dire's structures right now. Dire's bottom tower's getting the business. 可能是想反补那个队友吧。
烂其实有点胡搞，他妈他一个烂在这儿把视野全暴露了，别人这里有眼的，他一个烂前期两级下去吧游走，他就在下路好好拉野就行了，他才两级。猴子39刀，飞机28刀，39正30反，直接鞋子之后直接出了个战鼓。马莱昂打了一拳酱油又回来拉野了，好傻啊，他一个烂刚刚好像是没开悟吧，开悟了吗？没开悟，夜魔吃了个隐身，这烂从跑到这儿去了，被别人看见了，不然那个 QP 应该也不会走，这边直接破悟，秒破悟。你看这烂子是玩什么啊，他没鞋，第一时间想从这边走，猴子刀有点多的过分了，这盘 TA 拿了个人头还算比较顺了，女王也拿了两个人，拿了一个人头，中路好像我们优势，这盘猴子要 carry 了，他们是一个双裂打飞机，所以说飞机经济情况一般，但打到现在没学，太想支援了这个人，猴子后期打 TA 很好打的，他身上带了个挂了个 TP 没挂鞋，太无私了，只能说他打得太无私了。队友还是在保这个贴，花了这么多时间帮他反了眼，飞机来上了，猴子72刀，4300比贴还多。海绵香味磨平也挺肥的，
哎，白牛没六，杀不掉。漂亮，这波打乱了一下对面节奏，猴子 TP 回家了，然后上路 TP 了两个酱油，一个双特龙，一个海民。哎，这波是什么情况？没刺到吗？为什么不先养啊？这个下塔是可以拿的，因为刚才一波白牛跟 TA 上路耗了。相位支配，听，圣殿，猴子开始了打野，猴子还是飞。TA 这句发育也非常不错，TA 的确是被猴子克，把队友打飞吧，队友打飞就能打猴子了。反差了一个，中塔被女王在耗，不是很赚。不过 TA 经济已经压了女王一千了。这局总体来说局势上面好看一些，觉得TA 和白牛这局前期作用还是有的，主要是 TA 他是大家大部分人 TA 打女王会那个会用树枝出门然后速平的那种打法，不过这局他用的是一个一级幽灵携带然后鲜血被动的那种打法。效果还不错。Trouble brewing at Radiant's bottom tower. This局如果能够压制住局势，现在经济应该可能我们领先了，还没领先，追了一点。Lion 经济太惨了哈，是纯五号位。十四分钟 TA 暗面，这个时候是夜魔到了晚上，是压着对面打。我靠，撞死他！啊，不过他有大。
what's happening to Dire's bottom tower. 这局拼的还是蛮激烈的 ，TA 是全场最肥的点。刚才如果 TA 被抓的话，还是要救的。TA 这个点是不能被抓的。这边是指配合夜魔杀了巨牙海民，女王没大的。双头龙在包后，这边跟飞机没沟通好，直接秒了双头，秒不掉。战鼓猴子打架还是挺厉害的。我操，这个兵！有没有发现 LAN 打的这种很笨啊？他经济太差了，绿鞋都没。这波猴子起飞了。小国家在我们队是个五号位，包机包眼的。其实，那我们这个英雄还是要肥，穷了只能就是没什么进攻性，只能说是打防御，打不了进攻。画面卡，把那个弹幕助手先关一下，关了就不卡了。现在就不卡了，对吧？猴子出了飞，还在封远古，没睁眼。对面是铁了心打后期压贴经济风源谷，因为这里一个支配的飞机还有一个 TA 都是要打靠远谷发育的，没有远谷经济的话，我们经济不太好压对面。好的，先手沉默。完了，这别人看见他过来了吧？哦，刚才那个雾也开到他了。你有没有发现这次这一局我们队的精神面貌变了？就是我跟他们说了，我说拼一局是一局，不要想着出线了，已经出不了线了。就算他后面三场全赢，也只有五分估计出不了线。今天让两个队都要拿七分才有可能出线。沉默啊，这么好蠢啊，早沉默啊，沉默了他可能还是要死，不过至少可以抵抗一下，对面可能会吹他。这个女王在经济逆风情况下选择先出了吹风，也算是有一点自己的想法，吹风 A 仗的路线，打一个后期，这局还是不好赢。
这边 TA 是被看到的，不过他们没什么先手，这局他们这个阵容被动就被动在没先手，海明先手有视野的情况下先手了一波，白牛荷兰全交了，这个眼非常刁钻，看到了我们的人，全看到了，铁没交盾，猴子马上飞下，队友帮他拖时间，其实是拖不了时间的，猴子不在拖不住的， TA 带盾继续拿塔，猴子飞鞋 CD 还有七秒，这波对面应该要守这个塔，拿不了，对面转攻下路，浮生这波意识到了，可能是对面控这个符的时候被看到了，因为这里是有陷阱的，白牛跟夜魔都在补点金，就是说 TA 如果要是能够把节奏带出，让酱油打出点金的，就是带酱油打出点金然后再发育的这种节奏，后期还是跟猴子可以打的，虽然这个猴子现在是很肥，但是总体来看的话，夜魔、白牛、TA、飞机、经济都还正常，比较健康。打这个后期很肥的猴子，并不是不能打，是有一战之力的。双头龙也在出吹，两个吹风。猴子的话，飞鞋、战鼓、散失。直接秒了冰龙。这飞机为什么不动啊？哦，它掉线了，我操，那不是雪崩，关键时刻飞机掉线，五杀一死一助攻的飞机要被提了，女王一个大就死了，放大放大放大放出大来啊，哎呀，这波掉线有点雪崩，能跑一个是一个吧，冲走，吹风，女王一波收割 A 仗 TA 盾还在，这波好崩啊，操，这个掉线太致命了，女王板甲，吹风先手 ，ZT， 冰龙直接交大，这边贴盾掉了，可以说
这种比较紧凑的局里面，一波掉线，就是一波位置失利，没拉出来。贴 BKB 了，如果这时候再压不住的话，猴子的经济就挡不住了。女王也是个起飞状态，拖后期的话对我们来说不是很有利。我们的后期形态就是白牛飞机 TA三 BKB， 夜魔可能有 A 仗，然后亮可能有跳，这就是我们的后期形态。对面的后期形态呢，猴子跟女王这两个点感觉会比我们好发挥很多。猴子和 QP 这两个点起来以后比较难处理，到了后期。当然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拿一个 LAN 的原因吧，就是觉得 LAN 这个点打猴子 QP 稳定控还是挺有用的。这里是对面一波开悟，先手刀 LAN 直接被秒，队友直接跑了。跳刀冰龙，跳刀海民，吹风双头龙，哎，还没刷，这段时间好长啊。LAN 三十分钟没跳，先手飞机开 BKB， 好像没死。
哎，杨柱，四一手，冰龙救一手，沉默，杀了一个，猴子来了，飞机残了，这波可以溜了。蹲人与反蹲人，我们这边抱团抱的还是比较紧。这猴子有分身的，不好杀的。海民，想强打，夜魔没蓝，还是稳住了。猴子也没蓝，猴子会回补了。这波应该是补完以后出来跟对面刚团的节奏，现在团战是可以接的。要注意守这个盾，猴子再盾我们就不好打了，女王也快吸瓦了。咦，哈哈哈哈 ，LE， 哎，他们用了 LE 这个选手吗 ？LE 是以前，哦，对对对 ，LE 是以前 EP 的一个辅助，就是老机的那个队。赶走人之后，强行打盾，有狼。打盾速度是非常快的，猴子飞到这里，那应该是挡不住，强打。哎呦，女王带盾，完了，这波只能跑了。这盾要强调的话，这波就赚了。